小伙伴们，今天来找螃蟹哈，看看能不能离着螃蟹。这有一个哈，梭子蟹哈，因为好多年没弄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确定有没有。你没带夹子吗？没带夹子。你把那个绳子搁那拿哈，我拿。哎呦我去，你帮我用铁线摁住它。哎呦我去，对，还是用脚合适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啊，弄着了啊。这个大，这个大啊。哎呀，你使劲儿太大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给人弄成残废了。看谁的？哎，我去。什么虾？大虾，快！哎，这个值了哈，这个值了。这个值了，哎呦我去，这个可以啊，还有个嘎了，还有个黄皮，哈，这个值了，原来跑了，它会蹦的啊。放在这里。来，看看弄几个了，看弄几个了。好，先可以啊，小伙伴们，又上来一个，哎呀，又上来一个，哎，今天怎么怪事了？没有二母蟹，它公的怎么？这怎么事啊？二母蟹肥呀，这公的不是很肥呀，啊，很卖的，很，就从这上面弄。哎呀，反正就这么弄就行了。哎呀，就是不多啊，那今年螃蟹少啊，但是我们没找对地方呀，还可以啊。不过比那几年那个大。看刚才梨树这边有一个小的，还有吗？再离离，这是个嘎了啊，一个小螃蟹。那边太小了，这种的啊，那个太小的不要了，这个要着。太小了吧？哎呀，小伙伴让大家失望了，没拔多少呀，拔了有个。不到三十只螃蟹哈，但是弄了一大一小两只虾，哎，今天还是其实还比较圆满的哈。虾、螃蟹、黄皮，还有嘎了，还有一只蛏子，五个菜，完美哈。